我们现在就是个富文广，三纵区就是南临县，它是南56水，我们今天准备带他护送回家。慢点慢点慢点，开心了，来。你都七年了，你都不天气不家的。看到你父亲开心了吧？这七年都没回来了。我都没了。没了。我都走了就没了。毕竟父母年龄大了，是是是，很盼望着他回家。千言万语没法表达我的心情，现在就是一个字，就两字，感谢。